可以，谢谢。啊，大家好，我是第26号参赛者，我是深科所的王彦环。啊，接下来带一首歌是那个就是毛不易的《小丑》，啊，他是在那个一个节目《明日之子》的原创作品。那在唱着歌也想讲一个小故事，就是这首歌就是不知道大家是弹琴的时候还是唱歌的时候，在宿舍或者在家里啊，有没有遇过就是可能被同学或是邻居或是隔壁的关心，就是可能敲个门还是什么，然后可能就是在练歌的时候啊，就是会被人家就是小小的在意一下，然后可能像我自己就是可能之前住宿舍就是太吵，然后就被人家检举，然后就不然就被退宿，对，嗯，可能是弹琴的人唱歌的人都会遇到一些小问题，然后可能就要跑去外面弹啊，然后在路边可能就弹，然后就觉得很惆怅，那么被赶出来这样，然后就是感觉好像街上就大家人来人往，好像就是月光在听我唱歌，就大概是小丑那个意境，可能觉得还蛮符合，所以就带来这首歌给大家。小丑，谢谢。笑一杯烟雾，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，一杯敬天地，一杯敬月光，支撑我的身体驱散了迷惘，好吧，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，灵魂不再无处安放，好吧，从不相信所谓山高水长，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，一杯敬自由，一杯敬死亡，抛出我的平凡驱散了迷惘，好吧，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，好吧，天亮之后总是潦草离场，清醒的人最荒唐。小丑，谢谢。